因为所以这个 sensor 有些 sensor 是固定的，有些 sensor 就是我说比如说两跟建筑物的 sensor 哈，它有个地震啊，或者说火山口的这些 sensor， 那固定的，对。那但是很多 sensor 是跟着人走的，只要跟手机连的，很多 sensor 是跟着人走的，我要带着它走，像 Google Glass， 对，我带着 Glass， 然后我带着相机，我带着这个走，然后我带着荧幕，我带着输入装置走，所以有的是跟人或者是交通工具，跟着我车子走，那。所以呢，手机跟汽车这两个当然是很重要的。那这个时候呢，这个 coverage 的问题就跟目前看就不太一样了，就因为都是动态的，动态的之间的这个技术面我们谈的比较少嘛，这个我们，但我想以后你在各种不同的课程里面应该都会这个看到的哈，所以这时候这些很多复杂的这移动资讯呢，就可以这个，你就可以做分析了。那像其实很多人不同的都可以做很好的分析的哈。那如果亚洲各个城市里面，上海的那个交通，上海交通很差了哈，但是它上海的交通的那个它后端的那个分析的系统呢，是目前是最好的一个哈。那这个那这个分析当然不只是交通，甚至包含人的行踪。那像这个我们一开始也介绍的 Ingress 那个游戏，对不对？ Ingress 那个游戏其实就非常好看啊，这个人现在在哪里？因为他 log 里面都有啊，他是玩假的玩真的啊，或一个人玩有两个账号啊，一个两个账号在互相在这边在弄各种 trick， 在那个游戏的 log 里面一眼，只要你是熟悉的人，我看网络我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他这是假的，这废 GPS 啊，这假的 GPS 来做的啊，不可能在这个时间从一秒之中时间从这个新庄哎到这个台大，对不对？那这个是假的嘛啊，就是废 GPS， 这都可以自己都可以做假的啊，那打卡也可以做假的啊，那用 Facebook 也是做假的，那工具网络上都有嘛啊，这反正越讲越多，只要把那个。就是要把 Android iPhone 把开都调成开发者 mode 啊，那这个你就可以配啊，可以到哪里去都可以，跟一些到比如像以前那个 Foursquare 哈、啊、，Foursquare 大家有没有用过？那是在 Facebook 还没有这个 check in 的之前，还没有打卡之前 ，Foursquare 那个服现在还有没有人在用啊 ？Foursquare 那时候那时候就有些人哦，我今天环游世界啊，全世界各个的地方我都去环游一片，我到处打卡。那怎么样？就 GPS 来设定嘛。我一直到这里，我先到这个博物馆嘛，大都会博物馆嘛。明天去罗浮宫，啊，不是明天了，三秒之后去罗浮宫哈。在两秒之后我去大英博物馆嘛，那 OK 的。那这个GPS 帮忙，最后就去不同的地方。那这个呢，只要把那个调成开发者或把那个软体装一下嘛。但知道人就知道这个没有什么，不知道人就是哇好神哦，这个拜赶快拜大神的。那这个。那你很多就看，那你说哎、欸，那怎么做？你去观察就可以观察出来，所以这个一定不是真的啊。然后你就知道，那就看到，然后像比如说我多个账号啊，你从移动从这一点到那一点到这一点，你走的路径是什么？哎、欸，也可以追踪出来。所以这些东西都 OK， 人的分析、物的分析哈，那更加时间配合起来哈，这些都是当然有影响到隐私的哈。这些东西像这个。那接下来就同学报告 GrowGuard 最让别人最大的问题哈，最有疑虑的问题，那也就是隐私了哈，不是自己的隐私，是别人的隐私，别人的隐私的问题。好，那然后就这就是对，要使用者分享感测的资讯啊，我感测什么样的资讯？我能不能分享的？有些我个人的，像我们最常讲到的有两样东西是隐私的哈，一个是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哈，这个大家要知道哈。那他像医生什么，他们就有责任不能够叫我们要做这种要做这个资料要做去连结的动作，这所有的医疗的那些资料哈，都要做去连，是要做研究，是要做去连结。这我们其他的讲法，要把这些人跟这个分开来，那你要看不出来这是你的资料啊。那
另外像同学最常碰到的是你的成绩，成绩也是隐私的动物，也是隐私的这个资料，啊，那要自己要知道有这个概念啊。那分享，那些东西分享的话，那就这是你看嘛，分享了以后，那些举过好多次的例子嘛，你现在把你考30分的这个成绩在 Facebook 跟大家分享，30年后你的小孩就说，你都考30分了，我考35分比你还好，对不对？所以这种东西就不能够随便分享嘛，就是你要自己要知道嘛，那是你的隐私没错，你愿意分享没错，但是后果就你要看到那个我们昨天晚上嘛，昨天晚上跟同学上了易经的课程嘛，才讲到一个，就是说在困难状况之下，有些成败是看谁的，是看在谁能够往后看三步，往前看三步，跟下棋一样。我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嘛？我该怎么会追寻一下我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的原因？然后呢，我走到这一步以后呢，我后面会怎么样？能够在大部分在很混乱的时候，在不好的时候，期中考前交作业前，大家都混乱啊，混乱的不知道，马上不知道。那如果你往前看三步，往后看三步的话，那你就不一样，你的成功率，或你以后再犯率嘛，会低很减少。然后我刚才讲云端嘛，云端是云线，无处不是云的哈，对，云端呢可以做主要，最主要是做这个 load balancing 啊，云端最主要就是说我们让我们 cost 前端 cost 不管做什么都是云端嘛，知道像这个，但云端不见得就是一个云嘛，像 7-Eleven 有那么多的分店，对我们来讲它就是一个云，整个 7-Eleven 概念上就是一个云，但是它很多的这个 access point。很多的 X 网，我可以到在实体世界里面，我可以到不同的这个分店去做很多事情，好，去快递啊，去做很多事情。有些是收垃圾，好，或什么，他都在做洗衣服，在这个那，所以他在概念上，他就是一个，他可以做 load balancing， 他背后可以做他的负载平衡。那云的最主要，那然后当然让使用者更方便，使用者就不用。每一样服务呢，我要去找这么一个服务哈，那各种像那个像我们辅大就是啊，辅大以前像各个幼稚园也是哈，以前早期的时候，你看很多那个幼稚园Kindergarten 他们几乎每个幼稚园都有一部娃娃车，对不对？有一部娃娃车怎么样？接小朋友的车子，他就要买一部车，他就要请一个司机，辅大也是啊，辅大辅幼也是，要请一位驾驶啊，然后要买一部车。车要每天付钱，那驾驶你还要给他劳保什么的，那驾驶就是早上出一趟，晚上回来一趟，好走，然后就下午回来，那在他的，但是还是必须雇这样，那这样的话就划不来了，好，对，划不来，你的 cost 太高了，那所以现在几乎就很少了，除非你很有规模的，那如果很有规模，你即使有车有什么，你可能还要做其他用途，然后呢，这驾驶中间还要再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啊，就是你不会。为了那要不然的话怎么样？接送这件事情呢，就委托给一个交通公司，委托给一个有车子的公司，让他来做，帮你来处理这些事情哈。所以这个是所以云端最主要概念就是这个样子而已的哈。那这个时候有很多的网络的议题要解决了哈。那网络议题非常的多。那像这个以下这几个了哈，那，Tinyos 是一个 embedded 是小的，这是比较小的这个一个作业系统 ，embedded 在更小的作业系统，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跟 IP 分离，看等一下我们讲 IPv6。那 IPv6 的这个我们上次在前面在两位演讲者在之前，我们稍微谈一下 IPv6。那这些就比较适合有服务那么多，就有很多很多 sensor， 有很多很多作业系统，然后有大量沟通的这么有大量的 address 这么环境之下，那它的作业系统当然就比较轻量，然后 power 是比较重要。那这个传统的这个每一个程式，你如果你要在 IP 网络架构的话，你每一个 layer 你的东西通通都要做，那
这个时候我可能仍然是 IP 里面，但是某些的东西呢，某些层次的 software hardware 可以把它 combine 起来，这样子变得比较轻巧一些。那等等 micro IP、micro IP 包含了这个比较 low power link， 现在它的优点是哈，这个 link 的这个小型的嵌入式系统是用好的，这些东西都是过去所没有的了哈。那这个，但是一定要用到这个不一定哈，但在某一些情况之下呢，那这边都有一些 solution 出来哈，技术上 solution。那然后